真言，你真不打算告诉老婆吗？你的真实身份吗？他们的孩子已经出落成了一个，虽然有的时候有些可恶，但终究不算太坏的家伙，让他一个人待一会儿。这一定是你师叔难以启齿的痛。如果他不提，你不许问。不管他认不认我这个师兄，我都认他是我师弟。我袒护的是我的师弟，他的罪罚由我一判。无论如何，他是先成为我师弟，其后才入鬼谷。阿雪，等事情走了了，咱们找一个四季如春、暖和一点的地方养老吧。别等了，我们一起回四季山庄吧。四季山庄，弟弟，咱们家有好多好玩的好吃的，等你回了家，我全部给你拿出来。等到了四季山庄，我把我从前埋在梅林里的佳酿挖出来给你尝尝。像你跟我堆的雪人一样，太阳一出来，大雪花。可既已将我投入地狱，为何又给我指挥一条通往人间的路？老万，怎么办？可行，你为何要帮他？是在帮你，还是他们已经都死了，真言也跟着他们一起死了？阿石，对不起，我怕你们看见我这一路是如何走来，会嫌弃我玷污了四季山庄的门墙。是这样的，我师弟名字叫温可行，请尊重他的选择，称呼他这个名字。我徒弟问，是不是沈掌门在高崇剑上未毒，害死了荣炫前辈？沈掌门，恕我直言，昔日你们坐视荣炫前辈赴死，人性本恶，不敢强求。但凡你们五姓兄弟有半点心肝，也不至于我师弟。半生孤苦，我不希望我师弟再受旧恨心魔之苦，还请沈掌门自行领命。只要我师弟不愿找你麻烦，希望将来有无再见之期。最后的要件，陪你过的那些年，终究会化作永远。你可从万恶之首涌入地狱，你不受这肮脏气。老板，对不起，我是不想看到你双手再沾满鲜血。等你痊愈了，我同你一起去找赵静报仇。你该伺候伺候我。并非执手相看泪蔓延，而是你一往无前。有没有给你换旧啊？曾因我而有的笑脸，若故事重演，我想我依然会用我的一切。没什么不能说，换明天。无论结局如何，我想告诉你，你能陪我回来，我真的很高兴。师弟，我们若是能这么天长地久的在四季山庄住下去就好，有何不可？我和程岭就在这天长地久的住下去了。老文，你想什么时候回来都行，不如早寻归。今日也想踏进四季山庄，除非先踏过我的尸体。你不配！这如雨，正是因为舍身相扶荣炫，才落得家破人亡。我师弟才因此幼师护师，沦落鬼谷。你摸着自己的良心，问问自己，谁都可以审他，你配吗？要杀，就将我师兄弟一起杀了吧。想活下去，有罪吗？